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浩，我们今天带的是 Diana 神力女超人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这个神力超人其实我刚开始他出的时候我是没有买的，因为那时候也没太多时间在练就是新角色，然后都一直玩一些比较旧的角色。那最近呢才开始去练一些就是刚出来我那时候都蛮想买的一些角色，比如神力超人啊、夜叉、啊、提米这样。好，这边的话看看我们队友呢，很凶很凶，想要去凶对方一波。我当然这种事情，逞凶斗狠事情，我怎么能不参与卡呢？这边对方悟空也很凶啊，直接收掉我们两只角色。哇，这熊猫再过来，我们再损失一名大将。我们这边是一个二换三啊，我这边真很怕这熊猫直接滚过来敲我。不过好像还好，好像还好。神女超比较麻烦，就是他的这个位移技能有点不太行哦。那他的这个E技能虽然是一个途径技能，但好像不太能穿墙。那只有借由二技能去拉一下野怪这样。那神女超人呢？这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？这个盖尔加朵真是震到翻掉啊，好不好？从我们这个从那时候在那个玩命关头的时候就觉得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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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是这种反应的。啊，毕竟大家都是男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大家啦，哈，我也是一个正常男性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呢，因为没有打野，说选择打野这一个路线。那这个神女超人的大招呢，它的护盾呢是取决于它的血量，所以可以撑个稍微坦装。像我这一次就几乎是一个坦装，这边赶快的帮队友，但是队友都没有在我身边哦。不然的话，这个护盾其实尽量是瞄准到队友的位置啊。不过这个。怎么样？这个技能其实是真的是很有小稳的，因为你看你要对准对方比较多人才能造成大范围的晕眩，然后又要保护到自己的队友，所以这不但是考验着怎么讲对方的站位，你的理解能力啊，还包括就是我方的站位啊，所以要在几秒内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，就是神女超人玩得很好，大招开得很好了，我觉得真的很猛。因为真的你自己玩之后就知道，它其实那个间距是很短的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你入场的时候你没太多时间充分的准备，你知道？你看像这边本来想保一下队友，但是来不及了。那对方几乎是四只在中路，那么下路一只射手在那边，那这个仅一个闪现就点掉我们的中路的法师啊 ，QQ 默哀五秒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好了，那这么继续来吃一下这个野怪，可以看到在上路那边。我们的夜叉是被对方熊猫，然后悟空也靠过去，哇，他那点血量我觉得不行哦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死啊。那我这边就只能受限于中路的兵线，然后清个兵线了。那可以看到对方打野是悟空哦，这时候他已经肥到一个爆炸了。我这边哦，他这个隐身交的不错，我真赶快的开启一个大招，但是哇，这马洛斯他又吸起了一个护盾，最后是都没带掉。开局就一个2-10的一个惊悚开局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好吧，反正大家也知道我常会抛一些。战败的影片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有一些参考价值，所以其实我不会想说就一定要拍赢的这样。那这边的话这个对方有点多人哦，这个人多势众啊，我不知道还以为今天又是选举要投票了，一窝蜂的人啊整个都赶过来了。那我这边下一把我先出个冰跑，那么对我这边好像这个棋好像不错，我这边稍微预判一下悟空的位置，结果预判失误，他已经先闪掉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哇，这个是直接被跑掉了。那我这边来打的话，只能只身前往哦。那这个图伦，有点痛，悟空要杀过来，所以选择马上再往后拉。这悟空，不要急，莫慌莫急，莫害怕，不要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，兄弟？我们缓一下 ，peace，OK，peace。这边前期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劣势哦，那悟空又是那种被他发育起来会屌炸天啊，真的会求神求地那种，连海神啊你都会想求了，大象神可能也会拜托一下。这悟空肥起来真的是相当的烦人哦，就算是一些坦克啊，平常很厚的坦克，成凶都很坦克、啊，遇到悟空啊，几乎都是直接狙狙死密打。落在很肥的情况下，那这一波的话中路他们又归到塔内了，所以也不能打。那我们持续哦，有一个熊猫在这里啊，兄弟们，我这里稍微看一下对方的位置，哇，直接全整坨人都杀过来了，我几乎就是直接嗝屁啊，哇，连想要拉个人都拉不到。那这一波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有机会，这马洛斯箱很少，但我大招先不开啊，因为我们大招尽量在队友需要保护或是对方人很多的地方，这边直接晕到两只，那抓着这熊猫打，因为熊猫离的位置比较近。但是他还是跑掉，就悟空又跑回来，我马上再绕回来，
那这边先一个，真眼套手没套到，我以为悟空在那边哦。那我这边先一个途径，再用一次第二次的途径，最后剩下熊猫残血，虽然有一个护盾，不过我再一个真眼套手。那这一个对方的警，神与超人二技能呢，尽量能够让他在哇这一拉，要是拉到的话，他基本上会死哦。但是有点没拉好。那女超人的一技的第二次呢，尽量我们那个途径的尖端啊是比较远的距离是有碰到敌方英雄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伤害还可以打出比较高额、哦。那这射手，你想偷我的红是吧？不好意思 ，sorry bro， 说明他只是想帮我打、欸，我就把人心想得太坏了。这边哎呀不来还好，一来被马老师砍一刀啊。好、哦，悟空准备靠过来，我稍微往下拉，就是这个位置保了一下七二之后，我们开了大招。那这边的话，马老师想跳，悟空直接被秒杀掉，他目前最肥哦，但对他的队友也靠过来了。我这边的话先稍微往后拉，因为血线真的很残，被熊猫一坐的话真的是不得了。这边我血线真的超残了，所以我也不太能打。但是我们队友呢真的是相当猛烈啊！我这边看一下对方熊猫，这个熊猫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，好，血量剩一半，直接把你拉过来，再用一个一技能戳爆你啊、哦！这一波呢是一个漂亮的二环三。好了，在我们劣势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能够打出一个少换多的一个。战绩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，这个给大家自己500次爱的鼓励啦，好不好？各位这个在看这部影片的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，可以给自己这个好500次，501次，好不好？501次。那像这个蓝 buff 啊，我们就让给这个奇尔巴，因为我们也不需要蓝哦。所以呢，这 buff 呢就是慈善，好不好？我们做个慈善，做个爱心捐出去。这马洛斯，我跟你讲，直接靠过来，不用怕，好吧？我们追着他打，就发现，这个夜叉好像是打悟空，我觉得这悟空好像比较好收。那我这边靠过来，还有一只马洛斯也跳过来了。那马洛斯这边一打二，其实会有点凶，不过我是打野，所以我经济很高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边追一个大招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已经抓到对方熊猫的位置，我就觉得他要靠过来，所以一个大招先保一下队友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我、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，这个血线有点，对方血线也没有很低啊。但是我本来想用一个一技能躲到我们队友后方的，想说射手你就帮我坦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你这血量看起来是比我多啦，我们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吗？你这次帮我坦了的，下一次啊，我可能就可以帮你挡掉这一波，是不？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就持续农业吧。这个野怪在这里也是相当的无聊，你知道他在这里站一分钟啊。每站一分钟啊，怎么样？我们的人生就少了一分钟啊，因为我们可能花一分钟在这游戏上面啊。那这下路的这兵线又过来了，我们队友呢四个人集结在上路那边。那我希望我队友可以知道说我并没有打的意思，我先稍微再发育一下。那我这边出了反甲，是因为对方有悟空，然后又有这个锦了。那我的物防鞋还有反甲都是针对对方物理输出去做一个防护的。那我这边想说带一点魔攻。先看悟空的位置，我直接拉进来一个一技能途径大招，直接就秒了我后排。那这边我们直接来稍微牵制一下后排，这个熊猫想走啊，我一个鬼斧神钩啊，直接把你勾回来啊。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有阿杜恩是鬼斧啊，我再加上我这个神钩啊，你看这熊猫刚刚已经想说哦哟，发现先被打击啊呢，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安然逃逸的，就发现根本没办法。这边的话，这个防御塔是注定是可以拿的。我是觉得还可以再推一座，因为对方的话，其实复活还有一只悟空两秒一秒。我这边一个大招先牵制一下对方的位置，然后赶快推塔。推完塔之后，悟空靠过来了，我这边稍微的想要吓唬他一下。那我们这边还是尽量保住了四只队友。那我们前面算非常非常逆风，不过在后期呢，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多冲。哦，这个悟空很猛，很猛啊，很猛，想要一个人打我们三个啊。我是还好啦，不过我们另外两只就有点脆了。那刚刚讲什么？对啊，就是在于后面 的一个逆转的关键，就是我们不停的打出 一波，就是多打少会战，然后对方来支援的时候呢，就会持续的变成还是多打少。那最后会战呢，就可以慢慢的把经济给拉起来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也是有持续在做一个推塔。好，这边把德瑞战甲给出出来。下一把呢，我是想要带出个这个，我是想带个王者啦。但是，没错，我觉得稍微的再出一点攻击装，因为毕竟我只有一个这个打野刀，我觉得这打野刀的伤害其实并没有说很高。那我还是觉得再出一个王者会比较好。那这边我直接抓图，要求直接一个大招。
我刚刚真的是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那熊猫看到我开大招也是吓了一个大惊，从早到晚失色啊。那这样我直接抓他们后排打，那这熊猫你看其实还不太痛。反甲克制熊猫也是相当好的一个武器啊。那对方现在有一个熊猫，然后有锦右悟空，基本上你出物防血啊，因为像他们这种角色常常会用普攻在打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就是物防血呢是减伤是只有减普攻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哎，我的大招还有两秒，我这边血量非常低，不过我持续的再用一次大招叠起一个庞大的护盾，最后呢是在这一波会战成功的打了一个漂亮的逆转胜哦。那这一波会战就奠定了最后的胜利，对方直接选择投降。那这一场比赛呢，就是有惊无险的结束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，都是非常非常的持续努力的坚持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此为止哦，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寒假，那就先这样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